妹。我们今天要去小树市集，他们的春夏场。妈妈说有1000多个人要卖东西。对啊，好像很多摊子。我要卖这两个。哦，好，你要卖这两个。这个要大概50元，再要20元。那个好像没洗。要怎么走吧？把走势。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战绩如何，看我们买的多还是卖的多。等一下见哦。好好多摊摊已经开始摆好了。有1000多个哎。耶！我根本就没有找入口在哪。我觉得我要去领。哇，你看这么多摊，这也不好卖。对啊，你看很多还有空位，就是我。刚好还有那个，上次我们就是下雨就。哦，这个车后面也是满满的。对啊，大家。问题你要抽到那个位置。哇，我们赶快去入口去抽签。啊，这是户外的草地吧？哇，好酷哦！哦，大家在排队。哇，姐姐妹妹。来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好，你好，我是秦秦八二，宅子是名字秦秦啊，嗯，这边麻烦我抽一下，你可以问他位置在哪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报到吗？喜欢是好位置。有没有还没报到的？365很后面吗？位置在后这边而已。哦耶！好，谢谢谢谢。你的背包。三哦，谢谢。Can you close it for me？ 哎，你看那边，哦刚有他抽好365。这些人都在候补哎，我刚才排在他们后面。然后我们找找我们的摊位。365，下面有，哎，369，这个我看一下，下面好像有数字吗？好，找到了365，我们在这儿。好，那我对这里。我去拿东西。OK， 啊，很近哎，就在那儿，爸爸车就在那儿。哦，出来了，哦，我来捡。赶快帮忙捡吧。啊，大家都在摆，我们就在这儿，好近哦。好，我们先之前，好之前摆好了，爸爸帮我顾一下，然后我去看一下。我们的摊摊今天看起来不错吗？好像大部分是小小孩。多宝可梦。哇，这种一个多少啊？哪一个？这个马的。20块。20块，好可爱哦。买给。这种呢？书呢？随便买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刚好表妹生孩子，我来看一看。哇，还有表演，今天流行音乐、欢乐岛还有活动。姐姐妹妹跟外婆走了，就完全找不到，这边实在是太大了。来看看有没有大小孩的东西。
个。哎，谢谢。姐姐他们会很开心。气球钢琴哦，哎，晴晴，流行音乐中心。又回到入口服务台。妹妹饿就买这个鸡蛋糕。那这个活动是几天？两天。我们一起。我是马里奥啊！我要救你的，我要救你的。好了。快去找妹妹。你们有卖掉东西吗？这个打开可以，一本那个大本的。哦，这个打开里面有。来，妹妹，这是喇叭哎，来 ，smile， smile， 一二三，好，我们来逛一逛，对不对？带妹妹来逛一逛。我买了一个。哇，你买了这个，妈妈买了这个。那你还买了这个球，外婆买的。好，还买了一个。公主拖鞋，来，谢谢。谢谢哦。走。很多大包小包的。呼卡。呼卡套。姐姐，今天生意好吗？你卖了什么吗？我们今天卖了一些礼服，然后一些洋装，还有一本书，但是好像是宝可梦卡最卖哈。刚卖赚了一百三的一只宝可梦。一只，我
百卖两百，但它傻眼。哪一只？特别的博卡尼的。哦，你买了什么？你买了，又买了史莱姆，然后买了一个角落生物，姐姐买了角落生物玩具，妹妹也买了一个角落生物玩具，对不对？我还买这个球。哦，还有这个球，好。钱，你跟弟弟讲。50元。啊，卖了，你宝可梦今天卖的不错吗？哎、欸，哦。看来这个是一个会保值的商品。但是要花很多钱才有。下次都换。来拍拍今天战利品：拖鞋、书包、角落生物毛球制作机、角落生物玩偶、球、婴儿玩具，这是妈妈自己想买的，好可爱。花了大概800吧。目前进账应该有2000哦，所以扣掉这次摊位400，应该还算是赚了一点。好，妹妹他们在玩，今天好像卖了好几件礼服，3-4件衣服，书卡，还有书。雨靴，还有宝可梦卡，应该差不多2500。目前只剩最后半小时，看还能不能最后冲刺。是收摊，大家都开始收了，来收了，慢慢搬过去。好，我们结束了，今天好玩吗？跟很多人一起玩这一颗球。哦，姐姐你觉得呢？你今天卖宝可梦卖的不错哦。啊，真的？对啊，宝可梦卡卖的最好吧。So， 好吧，那你们都累了，看起来都累了，那就说拜拜了。拜拜。然后呢？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记周追一片哦。记追踪。追踪一片哦，追踪啦，追踪选影片哦，好，拜拜。